你疯了！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越往高处越是孤单，寻常家的孩子，或许比你幸福得多。是你啊！我根本就不怕梦，我就算是怕梦，也绝对不会杀害荣秋。我相信你。那是谁？是谁杀了荣秋？我知道。 知道你现在心里非常难过。人的命是命，猫的命也是命。更何况，荣秋陪了你这么久。不过你放心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无论是谁，一定会数落事出的。不，我现在就要知道是谁，到底是谁。 是他，一定是他！哎，小姐，慧儿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不要追了！不行，他现在情绪特别激动，我怕会出事。都准备好了，现在不走只怕来不及了。夫人，他们两个出了流云小筑，走，公子的人不能放。 是你杀了荣秋，是你！你搞错了，是洛青莲杀的，不是，不是他。你这个坏女人，坏女人，我要是告诉我父亲，你这个坏女人，他再也不要理你。你疯了吗？天哪！还我荣秋，你还我荣秋！你疯了吗？依宁，荣秋是不是你杀的？ 是不是啊，慧儿？慧儿，他死了！我做了什么？醒醒，公子，我们的儿子死了，慧儿死了，我们唯一的儿子死了，慧儿死了。